相关，非是夸赞号，力量雄传。史艳文的出场诗，我们已经连续两年拿到德国 IF 的设计大奖。那今天非常难得，我们来到德国啊，领这个奖啊。那我想这是我们云林的荣耀。那云林是布袋戏的故乡，我们已经把布袋戏推向国际，让世界各地的乡亲都知道云林县的啊这个偶戏啊，可以说是现在享誉全世界。我们也跟法国签了 MOU。甚至每一次国际偶戏节的时候，都有世界各地的这些爱好戏友的朋友来到我们云林县，或者是美国的西北部中心，也来我们的布袋戏馆来做长期十个月的一个展览。甚至越南的水傀儡，还有很多的国家，我们都在这里做交流。甚至我们在台湾有十二个县市呢，我们也签订了 MOU 偶戏大联盟。所以我想云林县是我们道道地地的这个布袋戏的故乡，我们也继续的在扶植下一代能够对布袋戏有兴趣，也能够发扬布袋戏的这个文化，让传统的文化能够保留下来。所以我们会很努力的来向下扎根，也会极力的来向全世界来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。很开心连续第二年我们在2023、2024获得了这个德国设计奖里面的这个 IF 的奖项。那今年呢也很难得，总共全世界有72个国家，那超过18000多个这个参赛者。那云林县政府呢，在这个云林国际戏剧的主视觉设计当中呢，推得出在通过了这个评审的一个肯定。所以呢，在这几年，在张县长的带领下，云林的这个传统布袋戏已经国际接轨。那今天特别县长带队特别来到德国的这个 IF 的颁奖典礼的现场，我们现场看到非常多的这个与会的嘉宾，那也非常国际化。那因为今年是我们现场推动国际友谊年，所以呢，我们希望透过传统布袋戏跟国际上面的一个文化交流，让更多人看到云林的一些。